80，80，98，搞不搞错？80。唔知啊，唔知，我哋就系知道韩国嗰啲嘢。马国明，系我马国明好似唔系，好似成日都攞唔到啊嘛，跟住成日都有个图啊嘛。系唔系马国明？我记得，唔记得咗，好似系马德钟。马德钟。李佳芯啊！哦，李佳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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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喂，你唔好咁大声啊！许佳芯，咩佳芯啊？嗰个唔知咩演妈妈嗰个。郑中啊！郑中啊！心水宝，心水宝，你唔睇新闻嘅？我唔知喎。黄哥，心水宝啊！针水宝，高坤，金融，高坤，金融，阿菲奇，Stanley，霍金，真系唔知，我唔追星嘅，林峰，欢迎陈家乐。真系唔识，唔睇电视啊。Anthony， 姜涛，法国，荷兰，系法国，法国。王咩？叫咩名？王子华。王子华。王子华。希望自己可以上多啲 course 嘅，但系我都冇上到 course。2019年目标应该系成功搵到交职。红。成咩？成年都红过咩？唔好似2018咯。可能成績上做得好啲，即係聽到報答翻爹哋媽咪。學日文啊、出鋪啊之類咯，做唔到。今年想健康啲啊，去健身咁樣咯。係咁，你考 DSE 唔係考完 DSE， 覺得好似十，即係由幼稚園讀到中學嘅嘢，好似喺一瞬間就冇曬咯。讀到大學咯，但係冇讀到，因為衰咗英文。人大了就想的嘢越嚟越多，即起码不像小学咁样，或者做小朋友嗰阵时咁开心咯，咁天真。DSE 咯，为咗 DSE 努力咯，真系同你一起努力咯。